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 Chinese 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槟城和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、跳段或者是吐槽主持人。5分钟拍就下雨了。来到这个卖日本货料理的地方逛，这里的日本美食、料理、甜品太多了，就没有那个肚子。买个奶茶回去后，顺便小睡一会。睡醒后也是找午餐吃的时候了。吃饱后又是逛街的时间。来到这里 ，DRS 新疆版货棒赛。
这里就有像那个 Pavilion 那边的。现在要去的天空花园，然而有点小雨。这里就是那个说被当成水上乐园的地方。欢迎来到 T-Rex Lagoon。这个黑体要排队的人就因恐怖全马第一节。这里吃东西好像不用钱似的，每一间都排队。下一站 Pavilion Bukit Bintang。Thank you.
这间算是每年都要来打卡，如果有机会来，